大家好，我是范泰西，欢迎收看本期的西施聊电影。今天给你们介绍一部根据真实空难事件拍摄的惊悚纪录影片《太阳神：幽灵航班》。事件发生于2005年8月14日的早上9点左右。像往常一样，在机务人员对飞机进行了安全常规检查之后，太阳神航空公司的52号航班按照预定的航线从塞浦路斯飞往捷克的首都布拉格。然而在飞行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班机进入雅典领空情报区时突然与地面的联络中断，但还是按照班机表预计的时间抵达希腊首都雅典的上空。奇怪的是，飞机并没有降落，而是如同幽灵一般在雅典的上空来回盘旋。希腊空管多次联络该航班，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飞机又迟迟不肯降落。随即空管中心立即派出2架战斗机升空探查究竟。很快，战机飞行员在34000英尺的高空找到了民航班机，但让战机飞行员惊悚的是，透过机舱双侧的玻璃窗，他们看到班机客舱里所有的乘客双目紧闭，平静安详。而接下来的一幕更是让他们大为惊讶，驾驶室内的机长不见踪影，副驾驶也不省人事，机舱内也没有发现任何恐怖袭击的迹象，整架飞机完全处于无人驾驶自我飞行的诡异状态，仿佛被幽灵控制一般。两个飞行员开始不停地朝班机内的人挥手示意，但始终没有收到任何回应。15分钟之后，战机飞行员突然发现太阳神班机驾驶舱内出现一个神秘的身影，行动缓慢，意志恍惚，他们赶紧示意让其降落飞机，但对方似乎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在随后的7分钟内，班机斗转之下偏离航向，从高空急速下降至10000米，并朝雅典东北方的格拉玛蒂山脉俯冲而去。短短数秒酿成了希腊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空难事件，班机上115名乘客连同6名机组人员在内的121人全部遇难，无一生还。随后法医的尸检结果显示，所有的遇难者在飞机坠毁之前就已经处于窒息昏迷的半死亡状态，而并非坠落后的死亡。引起窒息的原因表明机舱内严重缺氧，但机舱内根本不可能缺氧，飞机上的自行加压系统能够很好的保障氧气的供给，所以一定是飞机的加压系统出现了故障。而空难的调查报告记录表明，是地面机务工程师在做完机舱加压测试之后忘记把加压装置的手动模式改为自动模式，而在起飞后飞行员也并未察觉。随着飞机在逐渐上升的过程中，本应为自动模式的控制系统并没有自动为机舱加压，最终导致机舱失压，氧量下降，空气稀薄，呼吸困难。机长这才感觉到异常，想检查下问题的所在，于是起身离开座位，但因缺氧而倒地不起。而对于乘客舱，在缺氧的情况下，氧气罩会自动降下，但氧气罩内的氧气只能维持约12分钟左右，因此在氧气耗尽的情况下，机上的人员随即陷入昏迷状态。而之前战机飞行员看到的那个神秘身影是飞机上的一名机务人员，由于在特种部队服过役，身体素质优于常人，在行动缓慢、意志恍惚的生命最后时刻，依靠紧急备用氧气瓶还在试图挽救机长和飞机，开启了班机上的自动飞行模式。然而随着氧气和飞机燃料的耗费殆尽，最终导致了坠机空难的发生。If I saw you in heaven